今天呢，看到孩子的表现，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希望今天的成果发表，演出成功，谢谢。我们 B 团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曲子叫做《狮子大游行》，它是由作曲家盛商所写，全曲大概有14个段落。那今天我们 B 团小朋友要为大家演奏的是第一个段落《狮子》的部分，我们来听听看我们 B 团小朋友有没有办法做出万兽之王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有请 B 团《狮子大游行》。